这次的时空起点弄得也太夸张了吧。嗯，喂，你在搞什么呀？我在家。啊，蒙查查，喂喂。嗯，真是的，强制传送启动。关掉，那是变形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神喵哥，神喵啊！确认那是微生物中虫。微生物？你不要骗我，那东西比你还大呀！救命啊！放心，情绪特工在此。超级班主，超级班主已经没事了。要问为什么？因为超级班主来了。哎，就不能等我排练完马戏再来吗？啊，班主先生。没错，小镇安危由我保护。为了马戏团的上座率。勇敢的班主，英勇坚定冲出敌头，动动手的神奇的力量，能对付超级怪兽，一句话，班主就是世界的英雄。哎，好孩子，阵阵警告，那是我们的主题曲。对了，告诉你们个大消息，我家马戏团的演出门票居然现在开卖了。这怎么又来了？怎么办？马戏团的表演好无聊的。嘘，小声点。买票就送我的亲笔签名哟。喂，我们才是超级英雄啦！小猫咪一边去。没超级班主的手杖，谁能收拾得了那些超级微生物啊？超级微生物，所以能动到哪里微了？等等，难道说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，微生物变成大怪物，肯定是柠檬博士搞的。出动吧，不怕。要对付大坏蛋，怎么少得了我超级班主呢？不不，你明明是小坏蛋。咯哒咯哒。各位，我去去就回。记得多买票啊！不怕强敌，班主出击。那是我的对白。走了，出发。不怕强敌，齐聚出击。花里胡哨，紧急情况谁等你啊？紧急，把它丢出去吧。乖，冷静。这次和微生物有关，班主的能力也许能帮上大忙。喂，青椒双马尾，赶紧解说，我还得回去彩排呢。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冷静。这次关键时刻是16世纪的荷兰，研究者列文虎克首次发现微生物的瞬间。根据资料，第一架显微镜也是由列文虎克制造。哎呀，这不是常识吗？总之，是妥妥的是蒙查查搞事情。那我们就出。好，出发。班主先生，冷静。出发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戴尔夫特市政厅，列文虎克应该就在这开展研究。可是，那是什么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特别。警告，那是全市巨大化的微生物。找到了，列文虎克在市政厅3楼，可是他昏迷了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
时间飞船被抓住了。时空机还没稳定，我才不要冒险呢，不就是个笨柠檬吗？门又没了，我做个新的还更省心呢。喂，蒙查查，给我真是的，那笨柠檬把我的零食放哪儿去了？不行，得让他给我找出来。这又是神庙啊？根据资料，这是一种会主动寻找高温环境的嗜热菌，所以他才盯上我们的飞船吗？凯奇，再推理我们就要坠机了。高温是吧？我有办法。嘿，看招，通天金刚拳，就是现在飞鹰战车出动。飞鹰战车奇趣变形，追我呀！好，跟上来了。艾尔，你们找机会下车。收到，首先加速隧道。行啊，这招调虎离山。这边了，英雄。接下来就由本喵指挥，预备，出发。哎，等等。一口气冲向目标！这什么样东东啊？拖！要让英雄先走才对。粘住了。恩熙，这是粘菌，顾名思义就是很粘。还好他们不懂配合，不然一套连招我们就凉凉了。那是投掷孢子的孢子虫，另外微生物也有共生关系，所以连招是可能的。也就是说完蛋啦。有我呢。向左向右转。哎呦，这么多。我来百变重锤顶高高。好，逆转光枪。苗，不会吧？你们自个玩吧。
玩得开心哦。变大了。那个就是萌茶茶。系统错误，错误，放大光线，射。那倒没样，他是被自己放大的微生物袭击了。是猎文虎克。很好，收拾坏蛋，救出伟人，一石二鸟，完美。乖乖别动，听我命令，把坏柠檬吐出来。赶紧完事儿，回去演出。你确定？哎呀，什么东西？班主先生，嘿嘿嘿，果然，猎文虎克就在这尽头楼梯上的三楼。嘟嘟，抓好了，光进推动。重现，嘿，开启，嘟嘟，闪电猫，班主先生，可以呀，喵，想不到你才是第一名，怎么样，坏柠檬呢？班主先生，为什么你不是超级英雄吗？正因如此，他才要帮我呀。柠檬博士。说起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呢。初代奇趣特工队，想不到你们这么菜。凯奇，听得见吗？闪电猫、嘟嘟、艾尔，讯号消失了，到底怎么了？这是。哎呦，这也太暴力了，不过我喜欢。这是什么妖怪？我家水熊虫还没出力就吓晕了，没意思。瞧，你们的伟人弱爆了。不过也对，他本来就只是个普通的看门大叔，要不是偶然弄出个显微镜，什么微生物之父这头衔哪轮得到他呀。柠檬博士，你知道你弄出多大的麻烦吗？不就是时空起点吗？捣捣乱就能改变，不就说明这些伟人这些关键时刻不过如此吗？做了错事怪别人，简单来说就是甩锅。才不是。我这超级大聪明不可能出错，所以有错的只能是你们。冷静点，别忘了我们说好的。我知道了，等忙完正事就弄。嘟嘟，班主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帮这大坏蛋？因为我不也是坏蛋吗？不对，你可是……别装了，你明明清楚得很呢。时空起点一旦消失，你们就欢天喜地，可我家班主呢？起点没了，怪事就会消失啊？难道凭什么你们就能继续当英雄，而我却要变回去？这些怎么会？怎么样，还要继续吗，大英雄？一旦时间起点消失，我就会变成那样吗？不是变成，是变回。要不是我搞事情让超级微生物出现，你这压根没人看的马戏团团长能够一句话，班主就是小镇英雄吗？想想，如果收拾了我，会有人夸你吗？没有。等一切恢复，在大家眼中，你又会是那个整天被打败的坏家伙。是继续当个受欢迎的大英雄，还是回去搞那些无聊无趣没人喜欢的毫无意义的马戏表演？
这根本不需要犹豫，对吧？没意义的马戏。对，这根本不需要犹豫。拿去吧。笨柠檬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听着，帮你可以，可我有一个条件。立马修好它，只要让微生物变得更大更危险，我的存在感也就越高。不止崎岖小镇，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。哟，行啊，你这小胡子够坏的。彼此彼此。别好了，你不是有东西要问吗？对，小朋友，把你们的时空标尺数据给我，这样我就考虑着了你们。休想！等等，什么时空标尺？还搁这装呢？没有时空标尺，你们还能精准到这儿？哼，班主。砍旗！砍旗！住手！好玩吧？叫出时空标尺，一切好商量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逞英雄是吧？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班主。风景很好，我这就把它丢出去菌菇那边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三二一，我丢了。砍旗！头是包子啊！完了！哎呦呦，太惨了！我喜欢。皮蛋！哎呀！都给我上，逮住他们。可比可大。什么？嘿，可特。你们给我站住，回头再收拾你。喂，班主，赶紧追啊。急什么？我要的呢？等蒙查查修好，放大光线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行了吧？闹剧该结束了。想好了，出口在那边。凯奇，等着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喵！快跑啊，喵！又是这种虫！哼哼，你们哪也不用去。够了，给我老实待着。毒鸡鬼熊相扑，百变重锤，我敲。什么？好，本喵聪明，机智点赞。哟吼，柠檬大复活，显微光线放大模式。
哼，游戏结束了。没错，通天万能布。海奇，不不，少爷，别动，大叔，长大了。好，缩小光线，发射，发射，发射。哎呀，别搬了，要搬了！哦，这样啊，那好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不懂吗？嘿嘿，耶！你上当了，博士。雪好消失，到底怎么了？啊，这是……我这就把它丢出去菌菇那边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三、二、一，丢啊！完了！为什么？谁让你贬低我的马戏团？听着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的梦想永远不变。我，班主先生。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马戏团团长，区区一个坏蛋还谈梦想？哼，坏蛋就不能有梦想，坏蛋就不能有想做的事，还说什么大聪明？像你这种只想着自己的人，根本不会懂别人在想什么。你这家伙，布布博士，数据完成，溜吧溜吧。算了，这次就饶了他们。先回去吧。收到。不，站住，别想跑。就差一点。算了，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就是嘛。也对，那么集去特工任务成功。别过来。原来是做梦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显微镜呢？啊，在这儿。好，继续实验吧。哦，看来我要变回去了。那个班主先生，哎，别谢我啊，恶心！我只是讨厌那家伙而已，没想帮你们。不，本喵是想说，其实只要收拾了蒙查查，微生物就会变回去啦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问啊。啊，那我不白折腾了。想吃的话就和我交换吧。好，先换到棒棒糖，然后找到那个人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传单，扔错了，这个不能给你。喂，你得给钱呢。
果真的有豹女这样的超级英雄就好了，我一定要邀请她加入我们奇趣特工队。豹女只是漫画里的虚拟人物，并非真实存在。奇趣特工队，昨天晚上有个坏家伙到我店里抢棒棒糖，还说用这些香蕉来交换。哎呦，我最讨厌吃香蕉了，你们一定要捉住他。用香蕉换棒棒糖，这家伙真有想象力啊。奇趣特工队是时候出动了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，变身装置迅捷闪启动，凯奇变身，露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下期夜猫变身，爱人就是力大无穷，大风阵阵雨大危机，猛冲动，强壮大海发勇往直前，爱人变身，用不实在不痛不痛，无畏前方是怎样狂风，请和我空中任务，原地驾驶蓝鹰战机。前方是困难重重，守护的心也不会摇动。我们是奇趣的工队，解决危机的奇趣特工队，出发！奇趣特工队，你们来了。昨天有个怪人来包店，强行用一个海螺换走了我家的招牌面包。有个怪人给了我一个面包，然后抢了我店里的一本书。我也是啊，有人硬是用一本书换了我的香蕉。我的棒棒糖是被香蕉换走的。那人长什么模样？他头上有一对猫耳朵，衣服上有豹纹装饰，就好像啊，就像那样。豹女。哦，对了，他随身还带着一张传单。就是那个传单。对，一模一样。根据分析，这个随身携带马戏团传单的抢糖人与班主先生有关系。难道真的存在超级英雄豹女？抢棒棒糖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赞同。发现屋顶上有可疑脚印。根据分析，这些脚印应该是属于抢糖人的。好，我们就跟着这些脚印直接去找抢糖人吧。根据分析，抢糖人应该进了森林。我们进去吧。很快就可以见到豹女了。闪电猫，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个危险人物。嘿，我更相信他就是现实里的超级英雄。闪电猫。等一下，闪电猫，难道我的行踪被发现了？看我先下手为强。有偷袭，没看见有人呐。启动扫描模式，在那棵树上面。知道了，空前捕手发射。好敏捷，好身手，你一定就是超级英雄豹女吧。我很崇拜你的呀，帮我签个名好吗？别过来，闪电猫小心。签名而已。是你抢了糖果店的棒棒糖吗？我没抢，我明明是用了香蕉跟老板换的棒棒糖。别跑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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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的腰包呢？咦，比咕咕嘟比嘟。这样对我太过分了吧？我只是想要个签名而已。我也撞得好痛啊！嘟嘟，看那腰包里有没有棒棒糖？咕比比咕嘟。啊，那是我的！我才不会轻易认输呢。再怎么着，用香蕉换也太……踢人是不对的。请你冷静一下。咕嘟比，咕嘟比嘟，咕嘟比。好敏捷的身手，咕比嘟！跑了，黄金追踪，追上你啦！嘿嘿，你不是说想要找我要签名吗？哎，哎，别打！哇，你骗我！哎呀，我闪电猫，闪电猫！闪电猫吧，太迟了，这只小猫咪就先跟我走吧。哇，闪电猫！蓝鹰战机的视野受限，建议要紧急迫降。嗯，改正座位了。